接下来简单的方式，你遇到 data， 哇，大家来遇到 data， 通常我遇到的可能是长条图吧，常常会遇到这个吧，对吧？你觉得这怎样？不错，很简单干净，一目了然。可是我觉得那个印象不够深刻，换个方式。哦，你觉得我这张图在讲什么？一样的图表，我这张图可能在讲什么？我可能在讲人口数，对吧？因为我用人的头，我其实我字都没有变哦，我就是图表，我单纯画了一张图像，我就可以让你知道我这张图表要讲什么，很清楚，很简单，我连字都不用加，我就可以让你知道讲什么。我如果这边换成是人的大小，或者什么箭头之类的，或者是甚至是面包、凤梨，对，是很清楚就可以让你知道说，哦，这个应该是讲凤梨的产量，很简单，很迅速。接下来，他很常会遇到这个，然后最屌有一种，第一种，这个颜色很丑，对吧？有人觉得这颜色很漂亮吗？我家里颜色，哇，好 colorful， 对吧？但我觉得，感觉好像也不太对。哎呦，这个好可爱，换个都敏俊的头，有好一点。所以其实，同样的一个图表，你可以怎么变化？哎，我其实可以这样子。然后我只需要去改里面的图像，我就可以让你知道这张图在讲什么。我一样这个流程图，我可以去换它的底色，我可以去换它的底图，我可以去换说原本是好好的流程图怎么变成四个图像在这。其实你可以做很多的变化。好，接下来这几个东西，大家如果要做会遇到什么困难？又来，有没有真自愿的啦？啊，大家都没有困难，我就不用讲了。我就不用教了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没有困难，这个我研究很久了，大家都没困难，没困难，真的都没困难。如果换成都敏俊的头，没有人想学吗？你可以自己换成你喜欢的人物嘛，可以换成我之类的，应该整张 PPT 的加分加10%这样，大家都没有问题，真假？那我要问问看了。请问一下这个怎么做？就是用彩剪裁，然后圆形。剪裁怎么剪？OK， 我们来试试看它的方法好不好？剪裁剪成圆形的，看看这个方法对不对？首先，我先去找都敏俊的头。于是我发现我进来，一颗都敏俊的头，不错。好，接下来剪裁剪成圆形的。好，有没有？第一种方式，你可以这样做，然后你再想办法把它拉进来，然后再加个箭头。就可以变成这个东西，但是你要如何把它从这个东西直接拉变这样？这是一个方式，我可以剪裁，剪裁你可以剪裁成很多种的形状，你可以裁成爱心、啾咪的感觉，你还可以怎么裁？重点是，我当然这样子，这是一种裁法，那怎么样可以直接把它换成这个？我不用再重新再排版一次，一样按这个右键，格式化图案。接着呢，我可以建成填满，啊，图样填满，这里有点点，啊，我可以用图片填满，怎么填？我就从这边随便找我的图片，比如说给同学，我想填这个图，换掉了。马上换掉，很简单的方式，你就可以把你的图表变成这个样子。所以大家可以回推，如果你要做成我上次的那一种，我上次应该给大家看过一种 PPT 是，有在这里。如果问大家这个怎么做的？这底下这个线怎么绕的？这怎么做的？来，有没有人要破解一下啊？有没有要破解一下啊？你来破解一下吧。这个怎么做？也是往上找。你说这个底图吗？对。我这个圆形里面这有些线条，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底图里面圆圈里面变成一堆线？
不知道。啊，你觉得怎么变可以变一堆线条？不知道。其实一样的方式嘛，你们去网络上找一个线条，或者你们就自己拿那个小画架，拿画鼠一直画圈圈，一直画圈圈，一直画圈圈，你就乱画。啊，画完之后你就图像直接图片填满，填你刚刚画的那堆杂线，他就跟你讲，刚刚自己画的杂线可以变这么漂亮，对吧？你也可以自己画，你画一只小鸡，你就小鸡填满，那就一只小鸡嘛。好，那反过来，你可以把它从这样子变成刚刚这样。好，那回到刚刚的这个，啊，这个有没有可以猜出来怎么做？从这样变这样，这个怎么做呢？首先，你看到这样一个东西吧，对吧？一样，它也是一个长条的图形。我从头来，它这个你其实就是最简单的图表，这我相信大家有做过，很简单的一个图表。比如说，好，我就找这样的一个图表，对，我觉得这个还不错。然后其实你可以自己提出去，或者从 Excel 直接拉进来也可以。然后我就 ，OK， 现在是灰色，我就按右键，先把这不要的先删掉，不要太多。为什么这个就填满？填满，不变。一填这个，啊，你们发现那其实你填满第一个状况就会遇到这样，它就填满，它拿一张图就算填满，所以。你可以到旁边，刚刚这边一样打开，刚刚那个图要填，图片填满的部分，就把它按住。哎，为什么会变这只？这只 ，OK， 这只是伸展，是堆叠，它变这样。哦，马上就可以告诉你说，我这个在讲一张，我这在讲人口的数量，对吧？如果我要讲销售额怎么办？我怎么可能换成钱呢？换成钱币的话，销售额马上就出来。很简单，你就是很简单把你的 Excel 图表转换成这样，对吧？接下来，刚刚提到如何让你的画面可以很简单的一目了然。这个网址大家可以抄一下，就是它是人人的PPT 的。很多教程在这方面，你看像邮筒 ，OK， 如果卖手机、卖衣服，那这些图片去哪里找？刚刚的这里找就有，对吧？你会发现结合起来多好用。我去哪里？对，我在这里。我去哪里？看看这个，好像人，好像这些，其实都可以尝试看看。好。然后再教大家几个东西，例如像我如果现在，如果我要让这个数据变成两个，我可以怎么做？我要复制，第一种情况我就是 Ctrl 加 C，Ctrl 加 V 变两个，这是一种方式。第二种方式，我直接滑鼠，我直接键盘 Ctrl 按住。Ctrl 按住，我直接拉。Ctrl 按住，直接拉。我连 Ctrl 加 C，Ctrl 加 V， 马上就一堆东西出来。如果你再结合序幅，它就可以拉出水平的一个倾斜。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个东西叫做讯息图像，它的英文叫 infograph。它怎么做？很多的图像其实。刚刚讲到很多的文字，其实你把图像化很容易就解决掉了。如果我今天要讲说 ，OK， 人口数量，我直接人给你好几个，你马上就解决了。或者我要讲一些东西的时候，我用咖啡杯的数量，或者例如说我讲卡布奇诺，拿铁插在哪里，我就哦，牛奶这么多，咖啡这么少，牛奶这么多，咖啡这么少，很快就解决掉这种东西。所以大家在做，无论是之后做教，无论是之后做教学影片。或者是你在做，你自己做 PPT 的时候，但如果你试着把它图像化，
整个图像画法，大家可以上 Google。你可以找到非常非常多把文字图像化的方式，例如像这个在讲的就是远远看，反正跟人有关系，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方式，你把你的文字全部转换图像，这个东西可以让人很容易很容易就接受掉。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也是这样，你会把很多的课本里面写一堆文字给你，然后配上几张大自然的图片，为什么会把这样子做呢？这样做很简单，可以让学生很容易记住，只是很简单的图片就好，然后配上把很多文字把它图像化。如果是人，你就给他一个人；如果他是 OK 高楼铁塔，就给他高楼铁塔。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去表现你的文字的内容，这大家可以试着去模仿或者尝试看看。其实这边有很多的东西啦，有些会用。数字的大小，像这个可能就是老虎啊，可能这就是 OK 做什么孕妇的之类的好处之类的，看起来很强。啊，像跟人结婚的一些手势啊或什么，其实我根本就还没点开，但我大概知道它里面在讲什么东西。这大概就是学习图像可以做到的事情。然后我这边今天会提供大家几个 PPT 的范本，大家可以自己来抓。像这个就是很多很漂亮的。背景很简单，但是它背景很漂亮，可以大家可以拿回去做运用，或者是一些图表的设计的方式，因为其实 PPT 要讲完，它真的非常的强大，我其实讲不完。你看，其实信息图像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呈现，对吧？很简单，我就可以让你看到像 OK 圆饼图，其实你有很多的呈现方式。而且它这个是真的按照数据，就是 Excel 直接拉过来帮你弄出来的东西，对吧？其实很简单，大家可以下课过来跟我扣，因为这档案太大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上传到 FB 里面去。然后接下来回到最刚开始问题，我今天教完这么多，有没有知道我这个图是怎么做的？要怎么做？一个一个 PPT， 一个一个字牌，我把它撕。来，大家觉得这怎么做的？有没有人可以透过今天教的把这个东西做出来？其实可以啊，你用 PPT 一个一个排就，其实就可以排得出来一些东西。但是，我主要讲的是 PPT， 它只是一个媒介，它的媒介它用意是，它让你去把你想要传达的东西，你想表达的东西，透过 PPT 这个平台去做表达。所以你应该是。找了很多的素材之后，丢到这个平台上来做组合，接下来再丢出去给你的听众或你的观众。这边再给大家一个还不错的做文字语，什么意思呢？我这边只需要，例如说，这个英文会好用一点点。例如说，我现在去雅虎啊，我就随便找一个新闻，然后给死亡车祸，我是好可怜啊，爬起来。复制，接下来我到这个里面，我把文字贴上去。接下来就帮我跑出来，文字云出来。接下来我要干嘛呢？可以选形状，我想苹果。哦，有一个苹果出来，对吧？好，接下来我可能。可爱吧，然后或者我可以选翻转，然后 OK， 它就变这样。其实很简单，你可以把你的图形，看到，你可以换个颜色，你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去创造很多很有趣的东西，然后把它弄到你 PPT 上面，然后让观众会有一种，这个怎么做的？这是我这里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讲讲下礼拜的每一组作业应该是什么。
请用 PPT 制作你们的系所介绍，内容必须涵盖文字、图片跟数据图表三个东西。你可以讲讲你们系上有多少人，男女比例。你可以讲讲你们系馆的外观。你可以用文字介绍一下你的系馆。每一组交一份，一组交一份。那这个系所呢？你们三个基本上是不同系的 ，OK 吗？你们选一个系所，选一个系所介绍就好。你们三个自己讨论，你们要介绍哪一个系所？选一个系所做介绍，去涵盖文字、图片跟数据图表三个东西。我们今天教的 ，OK， 这个作业应该不难。然后这个作业呢，大家应该都在 Moodle 里面，麻烦大家直接上把这个作业上传 Moodle。那我们这个作业我们会直接由其他的组员帮忙评分。那我们会要求你们写一些简短的评语，你们去评其他组的 PPT。然后其他组的人会来评你们 PPT， 那这个成绩就是你们的成绩。这是下礼拜作业。然后今天有没有什么有问题，或者你要来跟我抠档案的，可以过来。然后没事的话就结束了。OK， 今天谢谢大家。